会教室第三届的成果发表正式开始。那我们可以在我们那个官网上面联络到我们那个 YouTube 的现场直播，如果你要分享给亲友们的，也可以现在做上传的动作。好，那我们要先有请第一位表演者何妍萱。请各位掌声鼓励。林林今年只有4岁而已，那他今天要帮我们表演的歌曲是 Rock School 音乐鉴定系统的 Rock School Debut 的 Z。 那请大家为他掌声鼓励。Z1, 2, 1, 2, 3, 4.